美国国务院罔顾事实，发表违背包括联合国宪章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精神的声明，无端攻击指责中方在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的正当合法维权执法行动，为菲律宾侵权挑衅行为站台背书，用心十分险恶。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。